怎么？哎，非常帅，这个范儿特别好。什么叫什么范儿？就是我带着一种常人无法比拟的气。我明白了，就是子栋的意思。子栋做什么事都要讲一个范儿，对不对？对。你给大伙儿形容一下，比如说，换一种，换一种什么？换一种什么范儿？就是比如说，一个小明星是一个什么范儿？小明星。小明星。对。大明星呢？哎呦我的天哪，我明白了，你这个范儿，你这个范儿的区别就是按动作大小来分，是不是？因为这太笼统嘛。哎，那个忽略了小白啊。小白今年多大了？26。26岁，来自哪儿？山东青岛。山东啊，打那个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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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对小白做出了很深的评价，你们都听见了吧？对不对？对对对，他家乡一个形容非常准确哈。对，对我刚才看你这个牌就是唰飞得比较远，是不是？是。那你这个远，你这没什么意义啊！我确实，能不能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让我们感觉不一样的？砍瓜切菜。是砍什么？砍瓜切菜。砍瓜切菜用什么切？扑克。就用扑克能切菜。吹不吹？是不是吹？是不是吹？刚才撇的时候手都嘚瑟了，我都看出来了。想不想砍？想。好。来，接下来按照顺序依次将10根黄瓜飞断，飞断呢？对，你信吗？这你要能飞断，我全吃了。不可能，因为什么呢？不可能，扑克这种东西啊，朋友们，扑克它顶多就是一个，它再说它也是一个，对，是一个纸，它不能像刀一样锋利，对不对？啊，那平时我掰都费劲，你得是多弱啊？你掰不折，但是你能把十根黄瓜吃了，是不是？对对对，你是牛人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登春究竟能不能用他手里的扑克把十根黄瓜削断啊！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我们的摄像老师一定要，我没说完人就跑了。然后摄像老师多尖啊！我说我想说，我们的摄像老师一定要注意安全，转身就剩个机器了，看着没？加油，好不好？来。五，准备，预备，开始，预备备，开始，哇，好，停下来，说了，大伙不知道听不听见，小白用扑克把黄瓜全血折了，子栋把十根黄瓜都吃了，对不对？对，服务员打包。别吃了行不行？我问一下小白啊，练这种飞牌练了多长时间了？7-8年。七八年的时候就开始练了，你今年多大啊？16岁。为什么想练这玩意儿呢？感觉特别帅。哎，这个是，这个确实帅，是很帅吗？对，你看，就像你看我，你能不能给我们慢，就是啊，你等会儿，你看我扔不出去，但很不是你抓着我，你等会儿，我想问一下啊，你有没有计算过，就是这些扑克，因为你要练7-8年，你大概能飞出去多少副？没有计算过，但是粗略计算的话，是2万多副。2万多副，2万多副。其实昨天彩排的时候啊，我就飞了几次，就是整个这个筋就感觉特别疼。特别疼，刚开始练的时候都这样，习惯就好。没有，刚才我注意到了，就那个黄瓜从第一根到最后一根的，它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尤其是到最后边的时候，很多都是削到一半，削不断了，是因为这个手的那个疲劳积累。不，角度的问题。哦，就是力度肯定是减少了，对不对？这个跟黄瓜质量有关系。黄瓜质量太好了，黄瓜越靠后的越好，是吧？也不是，它是那个因为昨天买的嘛，它稍微水分有点蒸发。有点干巴了，明白了吗？你这个想法根本就是不对的。那小白，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因为你的力量特别大，必须有很大的力量才能爆发力。你这个力量你计算过能有多少吗？大概？测过牌的速度。测过牌速。牌速。相当于汽车的128迈。